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董浩。大家好，我是文怡。婷婷影视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我们做的主题菜的主题是杂菜。这个合肥杂呢，杂乃多也啊，品种多样。那它是不是一种烹饪方法呢？它这个详细的来说呢，杂菜的这个概念，我们还是交给我们的小嘴、大嘴，还有张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那小嘴。隆重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们请来的饮食顾问张国熙老师。当然也要介绍一下我们的铁嘴。铁嘴，我问你啊，这个杂菜怎么选你会吗？哟，你还考我。哎，我告诉观众朋友们，你选的菜啊，首先口感一定要好，水平要足，同时不能有杂味。营养价值你知道吗？这难不倒我，我们有营养学专家呀。那么营养呢，应该说是品种多的话，它所含的这个营养物质就多。你比如说啊，肉它的蛋白含的比较多啊，那么蔬菜它的这个矿物质和维生素含的比较多啊。你比如说这个像一些蘑菇什么的，那么它不同的食物呢，它有不同的营养物质，那么凑在一块儿，它的营养非常均衡，非常合理。行，怎么样？那咱们今儿个就看看这个动物大嘴儿怎么做这个杂菜。我不是懂大嘴，我是懂铁嘴啊。当然这个铁嘴、大嘴、小嘴在一块儿，它就是一个杂嘴。哎，咱不说杂嘴，说杂菜。今天我们教大家做的呢，就是韩式的拌杂菜。介绍一下主料。好，先介绍一下，这个呢是韩国粉条、菠菜、牛肉丝、木耳、胡萝卜、大葱、洋葱、香菇、白芝麻。调料里面呢有盐、糖、酱油、味精和香油。而且呢，我接个密啊，这道菜呢可是他最爱吃的一道菜。对对对对。想吃吗？想吃。打下手。好，来，打下手。开始。把这个锅呀放到火上，您倒点热水。倒点热水。我们首先呢要把这个韩国粉条呀把它焯烫一下。在焯烫之前呢，您看它已经啊让我用温水啊泡了15分钟，已经软了。水开了之后，我们把这个粉条放进来，煮大概3到5分钟。